Your sister? My mom. Your mother? Yeah. Your brother? Oh, little brother. Not this chip. That's other chip. Electronic chip. Taiwan. I am from Turkey. My name is Doğan. I am Doğan. 工程师吗？那海关都问我说 ，engineer，engineer，yes，engineer，engineer， 因为都有化妆品。我跟你说，我这里面两个行李箱已经全满了，反而还有另外一个大的，结果你把我的那个行李箱莫名其妙手太贱，去把人家行李箱关起来。我想说锁着，然后再让你开。我根本不知道密码是多少，就从来没有设过密码的东西。你不怕海关给你这样拨到？他不会拨到，那是 Renova。好。目标就是进去 Berhan 哦，一定要去德国的 Berhan 哦，里面有人在喝尿哦。像我同学进去，他的尿都卖到60欧元，真的假的？对，还真的第一次听到。第一次都会失败，你要连续试两三次，所以我才说我在德国为什么我要逗留那么久？我就是要 Ubi 那个时间进去 Berhan， 因为我怕我被那个 kick out， 我要一直尝试。他看到我们的毅力跟恒心，他就会放我们进去。那你要够像神经病，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一站柏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进去 Berhan 玩。好的，去逛街。13、17，公斤800块，操！你今天要出国啦？欢迎我们的主场秀。哇，真的很大耶，很棒啊！欢迎参加微车晚餐。拿到我们的行李，我都哭了。我们想等你来吃。我们上次来去吃，那恒昌是我们的好朋友，大家要多多支持哦。而且他们真的有很多，真的是独家的那种商品。机场全部的这个规划，它就是一条龙。以前好像走一段路才会看到。就是分区分区的，这样全部一条龙，这样很棒哎。我们都在帮你准备车子。耶，有车车车子。飞机应该会等我们吧？飞机不会等你，真的假的？不会啦，他还要很多人排队上机。车子来已经比这个走路还快很多了，好吗？谢谢先生。本来那个松堂还有一段很好看的影片在我们的大荧幕那边，对，可是应该来不及。来不及，没关系，你再给他看你的影片。他在我们端那边去拍一下吗？不行不行，你真的会来不及，不要赌。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不会不会，我们永远爱你。谢谢台湾小船长，台湾娘家，台湾娘家，台湾娘家，拜拜，爱你们喽，拜拜，拜拜。他们好可爱，拜拜，台湾长，拜拜，拜拜，再见喽，拜拜。哎，金，真的金龙啊！你好像在拜拜，真的。其实现在机场有变呢，那连线不是这样了，现在都完全改了。能不能找不到？因为我这边很多层。你看你是最后一个，没人了。是最后一个哎，还有更慢的啦，不用急，不用急。这个有痘痘就招住了学到力量。这个是蛋糕，然后餐包啦，水果沙拉，然后我点了一瓶白酒。
土耳其航空的厕所。我刚刚是插队进来的，因为刚刚有人让我，一个很好的先生。因为他们是台湾人，国外没有人认得出我是谁，认得出啊，一眼就要看出来。这句话太实在了，装的话他也说很漂亮。我的化妆品都在这一带，全部化妆品都在这，眼影全都在这，会碎的都在这。为什么要随身？因为他们都乱摔我东西啊，那个机场很鸡掰啊。他刚刚说你给我贴个小心侵犯，那个女人很鸡掰，说什么他妈没有小心侵犯的贴纸。到底没有贴小心侵犯会有什么后果？这个是升恒昌的概念呢，我现在是这边的6:09，等于说现在还在10分钟 ，OK， 慢慢来吧。现在要到我们的 B16登机门，然后我们要到柏林区，它这边的那个，你看给他们看，超长的，长途跋涉是蛮累的，不过感觉像回到以前那种到处去玩的感觉。因为以前我都是到好多个机场，这机场然后又转机到下个机场，然后呢又去另外的城市，所以很常在机场跑来跑去。以前常常坐在这种地方，那有时候呢睡过头还会让飞机飞走，然后自己再搭下一班。我很常以前在那边这样到处转机，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早上，有时候是下午。现在让我这些回忆真的是一直充满在心头。他们飞国内线都不会给你毯子，但是我基本常识要带个毯子。我们现在到那个柏林的那个运气超好，因为旁边没有人坐，所以我们家两个人的空间超大。那天他想要坐过去，他去躺。然后那个空姐还骂我一顿，坐过来这个。发现很多人对那种漂亮的亚洲女生都很好奇，就是因为像亚洲这样子有魅力的是不是不多呢？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上次来德国是一个人，在那边待了大概一个礼拜多，再再去荷兰一个人，再去英国，然后再去法国，再回到英国，再去美国，再回台湾。太远了。我们终于到德国了，现在拿行李。我觉得这趟应该会重得很夸张，可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化妆品多，我的衣服多，我要买的东西也多，东西太少的话，你就是没办法好好打扮自己，就无法成为最厉害的焦点。这个就是有一失必有一得的道理。晚上好，我要去夜店。你有门路啊？有，现在在处理。我很酷的是，我到每个国家都有很多人要帮我。现在这边是已经很好，就已经找到的一个人，他要带我们去 Birkenhead 还有 Phuket 哦。他说那边不见得会让你通行，要看那个 doorman 的感觉。他可以给我们衣服的参考资讯。你大概要穿成这样吧。哎，真的是哎，里面在，我就说吧，重要绝对不可以托运，你看人家变成这样，你看还在偷笑 ，It's funny。搞不好我们这趟就是会坏一个行李箱，然后 Remova 就是帮你挡煞。对哦，这样你也信？就他拿一个超烂的行李箱给我，这是武器吗？你怎么可以？他坏了就把它放在旁边呢？我现在在机场已经睡饱了，所以我等一下要。
疯狂的逛街，然后还要买今天去晚上去 Birkin 的衣服，因为我知道要穿什么衣服才会比较好入境。今天要去找我妈妈，我妈妈从日本跟我们一起汇合，我要带她一块旅游。这个是我妈妈，她的行李箱才一个 ，OK 了啦 ，OK 了，我都坏了，你看怎么那么狼狈啊？这个是我们的司机 ，Hello，How are you？因为他这个司机等了我们非常久的时间，说要跟我们要点小费，然后要我们12块小费。我跟他说好了，给你了，因为我他妈的我的行李箱被人家摔坏了。我们才会这么久的时间呢、啊、？How much longer we gonna to take go to the hotel? 40 minutes. safe and the best. Thank you, your waiting. No problem. Money. Yeah. Do you know the nightclub? This is fun. Is KitKat. Nighttime is first. KitKat.Second. What kind of music they play? I don't know. Huh? You don't know? How you don't use a bass club? I like this music, slow music. Slow music? We want to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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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ly, quickly.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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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mp. That is music. Your mother. Little brother. Not this chip. That's other chip. Electronic chip. Taiwan. I am from Turkey. Turkey. My name is Doan. Ich bin Doan. I am Doan. 我应该是要微调吧。现在到饭店了，现在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破行李箱，看到没有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哎，我的很坚固吧？好了，我们到了。哇，好棒！我们现在要去5楼。哎，天哪，我们的 room tour 超级浪费了，因为我现在整个妆也花了，然后行李箱也破裂了。这什么鸟 room tour 啊？哎，干哪去？哇，进来了耶！这个饭店有点中式。哎呦，真的有中式。哎呀，我们好像快到了。哎，妈的 B 卡什么？里面没有啊？没有啊？是不是掉了？在路上啊。啊，在这啦。哦。哎，这怎么开啊？哇，绿灯吗？绿灯吗？开。好，然后干你啊！哎，他怎么开不了？哇！我看一下，哇，哎，不错啊，干干净净的，哎，蛮好的耶。哎，那不行啊！哎，等一下，那个蛐蛐不要进来吧？这个蛐蛐进来干嘛啦？好了，我们现在来带大家看我们的房间喽。首先呢，你要先插卡，有一些就是请勿打扰之类的灯吧。然后这边有一面镜子，出门前的时候你可以来做最后的整理。它的灯都做的还蛮漂亮的。你看它的厕所，很古老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有啥？对，鬼店。Here's Johnny。这是很老式才有的，因为现在都是免治马桶嘛。哎，这边还有这个烫衣服的板子。把衣服这样夹进来，关起来它开始烫了，也蛮方便的。如果你想要喝点什么啤酒或鸡尾酒的话，可以来这边用他们的杯子。这边还有很多一些它的水，然后下面有个是放一些鞋子的东西。鞋子的东西。哦，它上面还有多给的枕头，如果你睡不习惯的话，就可以来睡它的枕头。然后这边还有衣柜，这边可以藏个人哎。这是我的那个防尘套保险箱哦，还有体重计耶，57、58，哎，58，哎，坐个飞机来水肿了，不然我是55。
床头这边的话还有一些毛巾可以供我们使用，然后这就是睡觉的地方，旁边可以充电，感觉很温馨哈。对，蛮温馨的。哦，它这还有热水壶，你看我们泡泡面的话，开水然后电视，然后一个小茶几，放行李的地方。干，傻眼了，怎么变成这样啦？太扯了，没关系，你再洗一点看看你东西有没有什么。袋里面都装不会坏的，为什么要随身呢？因为他们都乱摔我东西啊，那边机场都很奇怪啊。非常根本神预言，我还带来变压器来，因为有欧洲的话是用这个两孔的转接器、变压器插头。OK， 这是延长线，因为延长线有灯的就要用变压器。哎，干太重了啦！这就是我们在柏林 Airbnb 的住宿 room tour 哦。我今天为了要去这个夜店啊，买这个情趣用品那些衣服，花了406欧元在这。